听说你是国服第一真元斋，我就用老头来会会你。国服第一老头哈、啊，挑战八王啊，挑战八王，八王也是用的老头来打哈、啊。八王对于这种非主流哈、啊，他应该算是打起来是比较有那个底气的哈、啊。果然一上来这个老头不行啊，八王牵制住了，怎么进攻都不对。那些取消那些无敌都不见了哈、啊，王才是各种这个花里胡哨或者说非主流的鼻祖啊啊，有点意思。老头上来直接完败，小心！哎，继续丢葫芦，小心打二段，再小心继续压制，完了，好像有晕点，好打晕。但是由于他这个升龙招哈、啊，持续的攻击时间太长，打晕之后会马上打醒啊，这个是老头的招的一个小的不好的一点了。这波是整片 CD 吧啊？包没有上当啊？包应该算是比较会打各种那个花里胡哨，然后非主流的一个玩家了。小心打低点，这波打高点再继续干。哎，升龙，你要去进攻打霸王那就难受了，霸王就不怕你进攻，打反击那是一把好手啊。嗯，睡觉打你，小心打你，再干。哦哟，危险。嗯，好轻松啊，牛逼哈、啊，关注羞羞，不会走流。